地震晚安，蛇王鲁夫晚安，米酒晚安，玉胜晚安，地震晚安，杨雄晚安，后天生日快乐。对，我是明年生日，对不对？2020一月一号。此巴萨晚安，北人晚安，方家晚安，晚安，小豪晚安，路人经过晚安，卡车晚安，命晚安。谢谢阿 Kira 的生日蜡烛，谢谢，谢谢宇哲，谢谢雨晴的玫瑰，好开心哦，终于看到雨晴本人。强森晚安，四月晚安 ，Apple 苹果力霸王，超能力霸王。咪咪晚上好，今天很忙来签到完，我想下次来看咪咪。好哦，一彪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我跟您说了吗？跟别人说您的握手会小弟，我会说勇哥要来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啊，还没有跟我说过，这是第一次，太棒了。那我的新年新希望，不是我的新年新希望达成了一个。这次的握手会，我希望来自各地的人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感受到我手上的温暖。切尔登晚安。嗨啊，华华，咩咩可以跟我说生日快乐吗？小庆，小庆，小庆，小庆是小庆是一月一号生吗？2000年一月一号吗？哎，真的耶！小庆比我大了一点点，小庆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， 我看一下哦，嗯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小庆生日快乐，呜呼，真的是1月1号耶，你知道我现在那个浪 life 也在过生日吗？因为那个浪 life 的预设生日是19911月1号，所以我已经29岁了。2000比你小吧？没有，我是2000的，我是2001021哦。真真晚安，耶！小庆生日快乐，呜呼！小叶晚安，暗红晚安，谢谢 Dream。会哦，一定会到一言为定，好打勾勾。明眸金鱼晚安。太棒了，我终于可以见到勇哥本人了，活生生的勇哥。浪给我的生日好像快到了。对啊， New Sunking 不是说你的生日也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变成这样子的吗？才不是29岁好不好，太过分了。我是那个浪 Life 主播蔡雅恩29岁，但本人不是。 Martin 晚安。哎，谢谢阿蠢蠢的小雪球，太小了吧，我没有 catch 住。谢谢黑流星的雪花晚安，微微晚安，微微晚安，天天，天天晚安，小熊猫晚安。天天问我观台的时候讲了什么吗？天天不握手会的时候再来问我吗？Kenling 29岁的偶像听起来也不错，我要跟天气前辈，我要跟天气前辈看齐。某知名粉丝名字旁边会挂号38，咩咩是挂号29吗？挂号38的是谁啊？觉得声音变小声了，忘记是在宿舍。对啊，隔壁姐姐好像回家了。何恩晚安，对，我说的回家就是她现在好像在房间里。微微跟小庆，对，微微好久没来咯。幸伟38，为什么？逍遥晚安。七七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呢。七七不是跟肉肉很近吗？Hello Polo 羊晚安，弯弯晚安，面面终于赢过施压了，你也是偶像常青树呢，不要在这种时候赢好不好？我甜不辣的部分是没有赢的啦。面安 Polo 安，小舅会明天会到宜兰吗？ Hello 玉成，好久不见，专属早餐王，早餐王，早餐王。轩晚安，
追梦人生上次信伟为了小情受访上报纸，然后就变讲一辈子。哦，我知道，他就是就是什么大家穿了战队服，然后只为见刘小晴的那一篇报纸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刘星，刘星晚安，我也看到你啊，王子晚安。气质面，因为今年是已经是2019的最后直播了，对吧？面面明天注意保暖哦，大家也要注意保暖哦。明天宜兰应该蛮冷的，而且会下雨，所以如果大家要来跨年的话，请务必要好好准备雨具跟衣服哦。流星，谢谢你的新年烟火。刚刚我顿了一下，然后怎么突然听到早餐王怕爆吓爆，你太久没来了。富尔哥晚安，本晚晚晚安。大家请务必做好保暖措施，尤其是明天如果还要扛着大包小包工具来宜兰的朋友们，绝对还是要好好做好保暖，好吗？安那个健康比较重要。期待看到我们的表演，准备好，请准备好我们那个叫什么魅力四射，活力，热力十足的表演。今天是学冯提莫讲话吗？其实我没有看过冯提莫的直播，可是我有听过冯提莫唱歌。冯提莫讲话是这样讲话的吗？晕倒的话救护车来吧，不要。本晚晚请你健康的出现好吗？明天还要上班，辛苦了。我知道还有很多孩子明天还要期末考跟上班的，还要上课。而且我可爱的同学有一科居然是他明天下午5点才考试，可怜的他完全没有办法跨年呢。 JC 晚安，玉安欢迎光临。 Hello 诗音晚安，面面明天加油，我会在网络上看直播的，谢谢嘉勋。所以大家知道直播平台了吗？还是如果大家不知道有官方直播平台的话，可以上前天画里的 YouTube。 哎，天天真的跑掉了吗？可以帮我把天天 Q 回来吗？他不是问我问题吗？我已经连放4天了，要放到原段，那很棒啊！牛桑君就可以通宵看我们。师傅晚安，明天大概会塞在路上，没办法到会场看面面。哎，不行，提早出发嘛。啊，可是傅伟哥明天有工作，对不对？傅伟是从哪里杀过来？法晚安 ，Kevin 晚安，陈宇晚安。社长直播昨天就已经设定好了，感谢大家。我记得 YouTube 要直播的话，好像要满1000人追踪才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辛苦大家了。我知道社长的 YouTube 前几天就冲破1000，而且还冲破很多。天天，你不是问我昨天直播最后讲了什么吗？你有没有打算握手会的时候再来问我？本晚晚下班出发还来得及吗？其实我觉得大家下班出发可能都有点晚，因为我觉得塞下去宜兰一定会塞车吧，对吧？ Steven 晚安，面面都在关注，这不是当然的吗？我就说我很关注小易跟社长的平台啊。小雨晚安，阿欧江空邦啊，阿基马斯丢没得多。我从台北工作完才能塞去宜兰啊，富伟哥辛苦了，希望我们可以见到面，刚好达阵。雪穗会塞吧，我也觉得雪穗会塞。4点的火车已经订好，好棒！4点的火车应该赶得到，一定赶得到吧，因为火车不会塞啊。小雨晚安，盖邦邦子晚安。下午特地请假了，雨晴是请公司的假吗？下课直接过去宜兰，送我下课几点？为了避免塞车，我买了火车票。查查辛苦了，明天有课吗？切尔东晚安，米哈兹基晚安，林哥晚安。我已经填了一张了，看状况要不要填另外一部吧。天天是要来哪一部？是第3部还是第6部？对，坐客运过去的话，客运就有可能会塞，但我希望我可以见到你。
怎么才隔一天又更漂亮？是不是太想你们了？不是太想你们，是太想我。明天早八早十期末考，哎，那考完就没事啦。期末考可以提早离场。我已经打算，我有把握的科目应该可以提早离场，没有把握的应该不行。Terry 晚安。啊，怎么都还没登记？棒棒，就跟你们说，这次握手会要加紧时间。上一次不是很多人没有填到吗？填嘛填嘛，拿到单曲就填嘛。Hello， 聘聘晚安。我们期末考提早离场会死翘翘，那就要乖乖写得完。Hello， 卖行动彩券的大帅，我被安利了一张，是谁安利你的？我要好好谢谢他。那，我已经帮你挖好坑了。就等你跳下去了。喇叭吼晚安。好好好，香甜面面帮酱说好了，拿到单曲就要甜哦，打勾勾。我的留言都没出去吗？小猪你刚刚说了什么？卡拉晚安。 Leon 晚安。377晚安。明天杨雄明天特休了。 Hello 孤清晚安。哎，我真的没有看到小猪的留言，前面的上次你的握手券还有，可以用上次的握你吗？玉安抱卷了吼，今天才补足天的档，怎么晚上画风就变了？耶、yeah! 今天是不同人。小秋晚安。跳下去会直接腿摔断腿起不来吧？这是好效果啊，就是要跳下去之后起不来不是吗？我已经说了好多句了，不你是什么？特休就是这个时候用啊。哎，特休如果今年不用完的话，明年可以继续用吗？我自己也忘记我填哪一步。甜甜，那你一定是忘记了，那忘记了就赶快再去填一个，说不定你没有填，你只是记错了，所以你再去填一个，再填完再告诉我。快点，现在就去。甜，快，快点去吧。不死晚安。延一年可以折现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可以折现，那你还是不要特休好了，杨雄。可以继续用或换钱，这种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纠结的时候。如果不请特休也赶得到的话，是不是换钱比较好呢？甜，我跟你讲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唱片行有。怎么大台北地区还有唱片行有的吗？看我们无价啊。对，所以我说如果不特休还是赶得到的话，究竟要换钱还是要特休呢？暂时没办法追加，希望到时候第六部不会爆。晨晨，可是我私心第六部要爆。怎么办？我南部搞不好还有单曲吗？那天现在就只能拜托南部的朋友去买单曲了。是在 Hello 欢迎呐。私心第六部，对啊，麻烦第三部跟第六部要报好吗？签唱会啊，对啊，签唱会也可以买，1月4号、2月1号跟2月9号。是在 Hello， 谢谢你。不是在等博客来，我有一大堆折价券可以用啊。对耶，博客来好像很多那个周年物。谢谢富尔哥的小雪球，我好像还是没有接到，对不对？而且哎，我发现小雪球都从这里来。サクラさん、開幕しておめでとう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因为我想把第六部填满，所以希望不要太快。对不起，我希望可以快一点。ごめんなさい、早茶，希望第六部可以满得快一点。
我这会不会很快？如果三跟六都满的话，你就可以填另外一步了呀。晚安蓝平君，来吃早米娜，拜面面拜有三，拜拜天天拜拜，晚安晚安，去吧。面面是在搞。恭喜恭喜哦！哎，刚刚的雪球从上面来，哎，居然从上面来了！面面是在赶火车吗？没有，明天要赶火车下宜兰。这边对，好了，我都没有中，我都没有中 ，Yuki 晚安，谢谢阿纯丢了一大堆雪球，但我都没有抓到。哎呦呦呦呦，这个算有了吧？Megaz 的这个有吧？手动买不到，可恶！我现在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很认真回答你们的留言，因为我哎 ，Megaz 作弊！小叶，谢谢小叶，谢谢切尔东。太过分了，谢谢剑骨，谢谢刘剑骨的生日蜡烛，好了，谢谢大家的一大堆小雪球，谢谢阿蠢蠢，谢谢梅格子，哎，梅格子，我没有魔神的右手，我接不到。阿酱，ありがとう，阿酱のキス啾啾啾啾啾，接不到了吧？刚刚那个大雪纷飞，怎么可能接到 ？Sorry， 丸子晚安 ，New Sunking， 拜拜。Goodbye， 新年快乐！我们明天见。泡面要泡三分钟，晚安。哎，我刚刚有看到有人手动买不到面面的券，很难受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人品君我都没有看到，然后在别列就有看到人品君呢？为什么呢 ？Eric， 晚安。等等哦，我刚刚有看到是有人 Q 敖江还是 Q？啊，敖江跟萨库拉桑打招呼是吗？付伟哥，谢谢。好，对不起，我网上滑太久了，所以下面的留言我没在读。Karen 晚安。第二部全部人都卖完了呀！第二部全部人都卖了哦。你是说首度会吗？对啊，可是神品君是不是太晚来了呢？然后人品君是不是第一时间没有来买我呢 ？Hello， 替你到底呢？玄阳，哇，你的名字也太可爱了吧！吉川晚安，北雨云晚安，吕光晚安。那你有黄金神掌吗？哎，等一下，黄金神掌是接球的，按摩神的右手也是，对不对？我记得都是圆堂手的，对吧？龙骑士晚安。雪球这样打起来，刚刚有人直接下雪，接不到啦！闪电梗你懂啊？这不是当然吗？我都踢球踢到外太空哎！接雪球大赛 ，Hello 浪客451-0401，谢谢阿华华的雪花 ，Hello 阿鲁纳奇 ，Hello 小野庄，雷吉，明天在雷吉的家乡宜兰会看到你吗？我们会在星月广场跨年哦。对不起，一个人 loop 了六次。我记得我那天看到了好几次付伟哥，付伟哥来了几次啊？算应该有十几次吧，对吧？我到后面就是不停的看付伟哥 loop。谢谢小说的雪花，应该会哦。北极星，你说小野庄吗？还是北极星自己也会来？烈焰龙卷风，哎，我会那个什么龙中鸟，我补档要早睡，好、哦、，Yuki 晚安，我们明年见 ，Yuki 晚安，好好休息，最近是期末考的那个大爆发时间，对，龙中鸟很会，好不好？もう台湾に行く準備できた，好的。よかった。楽しい。
那我要准备一下，我要跟阿欧讲什么什么。楽しみ、楽しみに、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。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。不行，听音乐，等一下。楽しみに、楽しい、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。对吧？有念错吗？萨库拉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。Hello， 博成晚安，吉吉明久晚安。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。はい、イエイ。期待的意思，楽しみにして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、あおちゃん。あったかった。Hello， 太空人心，欢迎回来。刚刚又买了20张单曲，真的吗？那要来 loop 20次吗？还是一次20张面面？こんばんは、ポケナカさん。寻找好声音，阿伟晚安，陈晚安，五色鸟晚安，笼中鸟才刚完，五色鸟就来了，塔瓦哥晚安，晚安。我们是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，面面大好きです，ありがとう，富尔哥，富尔哥大好きです。搭火车去北车光南买个10张好了。嗯，北车光南还有吗？嗯，北车蛮红的不是吗？北车的光南，北车不是嗯？北车的光南是那个吗？在补习街那附近的那一家。杨公公晚安。北车没了，我就觉得台北的应该找不到了吧？哎呦，对不起，我的袋子掉了。我之前去北车光南找到了好多 AKB 的单曲，星光三月对面好像不是，是不是跟我不一样？是不是跟我说的那家不一样？补习街附近应该没有星光三月吧？东区武大也没了。我之前是在某一家武大，我忘记是哪一家武大，敦化吗？还是我那次是在有一家武大看到了一整碟，全部都是新更新的那个 TTP Festival， 然后买了2张。星光三月后面有怎么办？什么有不可以有，快点把它下架，用新台币下架。慢慢带起来。乌索，你是要说乌索还是嘘？这两个差很多哦。Hello， 杨公公，面面的日文很好啊。这种时候呢，应该要昧着良心接受称赞呢，还是先道歉再说？嗨，ごめんなさい。目前呢还没有开到面面的声选，我伤心。我现在要动用公权力，偷偷的换声选。可是不行啊，我又没几个重复的，我只重复品牌，那不行，那我注定得再去买了是吗？一直听的吗？可以面面的日语。有一种很奇怪的腔的霓虹歌。我抽到第15张才抽到面面，我已经买了200够了，等，麦克斯这次买了200张吗？好好活着，请好好活着，一定要好好活着好吗？生命安全重要，生命安全重要，真的，握手会不能当饭吃。请好好吃饭好吗？明月够瘦了，够瘦喽。老沙晚安，老沙今天不是上班尾哦，今天应该是老沙习惯的面，因为老沙平常都是看直播认识面面的，对吧？而且老沙好高哦，我这一次首都会才认真的发现老沙的身高很高，超级超级高的。老沙说生日快乐耶。我今天是浪 life 给我定的1月1号生日，
我就记得我是在 Live 上认识老沙的呀。涛哥，你输入完了吗？我记得之前，首都会你好像也没跟我提这个哎，对吧？好像没有。今日の面面も面面も可愛いよ可愛い，ありがとう。今天的发型好看，老师不可以用发型认人哦，因为我之前立志每次直播都要尽量多变一点，虽然最近有一点点懒。Hello Jeffrey， 晚安，谢谢老师的 love， 阿欧酱我 love， 阿里嘎多，台湾的优酷索，优助晚安，好久不见，优助。谢谢玉泽的分享。今天也不是1月1号啊，可是同一个礼拜啊。就是我昨天直播的时候也是有这个，就是生日，这边吗？这边，好，都可以，两边一起比好了。我每次都不知道左右边，就是都会有这个生日周的那个礼物。然后我是被设定在1991年的1月1号，所以我1月1号当天也会开哦，绝对不是为了这个啦，哈哈。还是无所巧苦巧苦恰卡哇伊，对啊，巧苦恰是什么意思？博弈晚安，晚安，有人叫晚安，真真晚安。洗衣机上面是擦手巾。等等，你看到什么？めちゃくちゃ，我没有看到，我以为是めちゃくちゃ，是めちゃくちゃ。现在才注意到后面的大袜子，对吧？我就说有那个圣诞娃娃来了，没跳过家，刚好也是1月1号生吗？小庆也是1月1号生呢。我们刚刚有一个孩子叫微庆，然后他也是1月1号生的。流年爸爸，我有抢到哎！谢谢嘉轩，新年快乐 ！Hello 姐，马诺兹。好久不见！我要跟你宣传，我们明天会在宜兰跨年哦，你会来吗？我们好久不见了，你超级久没来看我了，居然抢输面面，耶！我最近的手速不是白练好吗？我昨天跟嘉莉、柏林还有乐乐在通话，然后我在打报期末报告，然后我就打，然后乐乐就问说：“就是，可恶，耶，新年快乐！”对，我们今年真的是新年快乐，谢谢麦格兹，马纳兹说会来耶，真的吗？开心。姐，你是推谁啊？是那个吗？是雷吉吗？我记得是雷吉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之前问过你，还是之前是问过你，还是看过，我有点忘记了。但我记得姐好像是推雷吉，所以宜兰当然要看雷吉看一波啊！我刚刚讲什么？那个。反正昨天肉肉就问说，谁打字这么快？然后我就非常自豪的说，这当然是我啊，因为我在打期末报告。没在台湾，不过会看转播的。好，谢谢杨公公。可是这次握手会来吗？杨公公这次握手会来吗？去了宜兰，感觉也不会被认出来。赞，阿孙，你都没来见过我花，怎么认你？谢谢377的雪花。好。等一下，姐，曼纳兹，你还在吗？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认错人，你是不是喜欢 Jump？ 谢谢小叶的呀，雪花，阿里嘎多，萨库拉桑。
现在是很多人在直播吗？面面明天要认我，应该只能看灯牌吧？其实我不知道，我也还没有上过新月广场，我不知道新月广场长怎样，也不知道人到底有多多啊，对吧？我是第一次，不是第一次。跨年晚会呢，萨库拉桑阿里嘎多。等一下哦，我放别的歌好。啊，不行，我想听老教室。老教室在哪边？嘿，找到了。很多人开。就是要等到12月30，基本上已经算是2019的最后一天了。最后一天要好好的跟你们过。我根本没去过跨年晚会，前几年都跟朋友出去玩，出去玩不去跨年晚会吗？那去哪边？通常这种时候大家不是都挤在跨年场吗？谢谢亚马逊的小雪球，现在是要跟我下战帖吗？第一次去外县市跨年了，所以是我们平常都待在家附近吗？呵呵，这个我应该有接到吧。跨年跟面面的孙鞋一起过，道明应该是跟栗子的孙鞋一起过吧。啊，不然我知道了，你把那个栗子跟我的拿在一起，我们两个一起过。栗子神推巴掌。你这次会来宜兰吗？不会，对吧？明天去朋友家跨年看品涵，现在红白等于品涵，品涵的红白秘着真的太可爱了。那样跨年会有点吵哦，才不会呢！跨年才不嫌吵好吗？跨年就是要吵吵闹闹的才有感觉。你们是关张小编姐姐这几天不断的放飞自我，大家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卢卡晚安 ，WinHas 晚安，婷娟晚安。之前活动都有事，不然我也想去啊。但我不懂得自荐呢，你只要走过来说嗨面，我是阿森就好了。谢谢丸子，可恶，大家都来的让我猝不及防。超可爱的，什么超可爱的？明晚红白也会看，大家要做什么的？你们就要站在宜兰那个跨年晚会的地方，然后左手拿着红白转播，大家加油好吗？年夜寿吧，年夜荞麦面啊，卢卡，你们知道刘家吗？刘家说他们都会吃年夜荞麦面，我不知道品涵会不会在日本吃，但我觉得应该不会，因为品涵不喜欢吃荞麦面。黄奕晚安，谢谢少凯说今天的衣服很可爱，今天的衣服是辛巴，我记得前几天辛巴有出现过。原来光战线都是你们自己投稿的，是啊，你是说 P 图的部分吧？ P 图才是啦，其他是姐姐自己发的呀。谢谢优助，可是优助好久没来了。光照面面那个问答，我想按右边，可是 IG 不给我按，那很棒啊，就是要你按左边。告白面面，告白一波。Johnny 晚安。光照小编超活泼，对不对？谢谢婷娟，握手会会争取来的，228，加油！好，我要把面面生血排一圈跨年。排一圈，然后坐在里面，然后你就发现好吵。真推观众小编是不是？我就说他真是可爱到爆，这次他已经圈粉圈无数，我们期待一下三期生好吗？亚马逊讯欢迎回来，猪猪晚安，单细胞晚安，大家新年快乐。我好久没来了，面面居然都还记得听猪呢。可是，不知不觉，其实2019也到一个段落了。大家有没有觉得？我觉得今年还蛮酷的，感觉大家算是成长最多的一年吧。因为光是就现在，你看哦，现在浪 life 不是祝我生日快乐吗？大家
知道其实我们直播也还没满一年吗？我们是2019年的2月多开始直播的，2月多3月多吧，那个时候接近新年，然后我记得我除夕当天的下午还直播了。对，元宵才开始了，2月2号，认识面面也还没满一年。对啊，我发现跟你们都不是生，都不是旧友哎，我们都是新朋友。面面晚安，先去上班啦。好，苦味羊奶拜，拜拜拜拜拜拜，上班加油 ，Go Go， 辛苦了。等等，我不确定，面面，我就是推累积喜欢撞朋友那位，对吧？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你喜欢亚马达跟 Ino 对吧？小萌新，追追也不是小萌新了，好不好？这不到一年，让 Life 吃了，喂，真的好恐怖、哦。而且上一次在记者会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原来我们，等一下，他说直播了几个小时来着，我听起来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。今年6月才认识面面，然后其实我刚刚在直播前我就想到一件事情，我就觉得好恐怖、哦，就是其实大家知道我们之前在前面的时期，还有在前面两个直播平台直播过吗？然后我突然想到了。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很不可思议，然后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感谢你们，突然就觉得想要感谢一下。不是啦，就是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 showroom 啊，我们比了 TGC 的比赛，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在比前两名，然后跟一个特别奖，希望可以去日本参加 TGC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拼了命，天天都在直播。然后那个时候真的觉得直播像炼狱一样，每天都在直播。然后一直到现在，就是感觉拿捏到了自己直播的步调，然后也有了。就是也有了你们可以很频繁的互动，然后也是每次开直播都可以看到固定大家跟我打招呼，然后就这样冲进直播间跟我讲说面面晚安。对，我觉得是很不可思议很奇迹的一件事情，就觉得一路以来能够遇到大家真的是太棒了。然后觉得每一个相遇都不是偶然，都是必然。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，像刚刚茶茶说的，选择题，在选择题之中选来选去，最后我们终于见到了，在生命的交叉路口中，我们成为了那个相交点，好吃。对，总之呢，就是对啊，之前好几个平台，结果居然就这样子又一年了。那个不是次元魔女吗？上天你知道哎，来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皆さん。耶，对，我们是香蕉点。よしひろ晚安 ，US 晚安，谢谢杨兄。总之呢，非常感谢大家2019年的照顾，我们2020年也请多多指教，谢谢你们。我要留一些话留在农历新年讲，这样才有感觉。伊诺丽晚安，谢谢。其实我一开始一直很担心，就是找不到自己的直播步调，像以前好几次直播的时候也都跟大家提过，有的时候会迷失自己，然后找不到自己的特色，然后觉得说不定这样子的直播大家会不喜欢什么的，所以一路以来很谢谢大家一直陪伴着我成长。小栗子晚安，遇见快两年了，很谢谢这段时间终于面面相遇呢，还记得茶茶第一次握手会哭得稀里哗啦的，到现在居然会一直呛我，不行，这个成长我觉得不可以，但是还是很谢谢茶茶，每一次的活动都会来支持我，而且都是喊的超级大声的 LEGO， 谢谢你。对呀、啊，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上面面。那现在还是找不到吗？找不到喜欢的点吗？帮讲，现在知道为什么喜欢面面了吗？12月生日会才遇到面面，真心惋惜不已。不可以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句话我已经遇到无数次了。有多少人一直跟我讲说啊，太晚面认识面面了，真是对不起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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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句话吞回去。
无论什么时候遇到都不迟，好吗？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，所以，酱油家族们，椅子排开，我们准备上路了，冲啊！谢谢大家。一路上多了很多同伴，也少了很多同伴，可是留下来的大家都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存在，所以绝对不可以惋惜哦。要好好的珍惜身边留下来的人，然后继续向前冲，因为未来的路上一定会遇到更多更多的伙伴，就跟小智一样。是的，船长，耶！小说也没有新来，好不好？ありがとう、さくらさん。さくらさん、来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2021年。2020年是这样讲吧？谢谢阿后哥，谢谢嘉勋，谢谢麦克斯的带我去流浪，谢谢切尔东，谢谢小飞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庭娟，谢谢庭娟，谢谢麦克斯，谢谢钢琴，恭喜蘑菇，昨天有见到你，谢谢阿蠢蠢的心心相印，谢谢富伟哥，谢谢阿生，安安，各位萌新。面面真的很棒，元气满满，像是一起努力前进伙伴，太有趣了！这不是有趣，这是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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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人感动跟幸福的一件事情啊！哎，对了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小小的问题啊，《玩具总动员》对啊，我有看完这次最后的《玩具总动员》，我其实觉得超感动的。我之前有分享过我的感想。面面真的超级暖，对，我今天穿的超暖。阿泽晚安，谢谢富伟哥。等一下，不是超暖就要丢冰？呜，好家，阿里嘎多，哈古，哎呀哈古，谢谢阿神的玫瑰。其实也是看到你之前说的一些饭的心态，我才比较转过来了。啊，对，就是其实一路上我也觉得很多很多很多饭们都跟我一起成长了，因为其实我知道饭偶像啊，就是在饭圈里面，然后交了朋友，然后像每次直播跟偶像互动，其实难免偶尔也会有一点迷惘，然后有点啊的感觉，就无论是失落感啊，开心，或者是没有安全感，然后或者是很迷惘的时候，就是很感谢大家都一起走过来了，然后也有很多人是找到了新的自己，然后有了不一样的想法，不一样的观点，然后或者是重新找回了初衷等等的，所以我觉得2019年真的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年啊，感谢大家。啊，我想问的是，请问一下，面面有赖群吗？我很好奇这件事情耶，因为我一直想说，我希望酱油们像是家一样，然后我就突然想到，好像大家通常不是都会用什么赖群啊，或者是就是越来越多，像之前大家会用 RC， 但我已经老了，我知道现在已经没有 RC 了，有吗？都有赖群吗？来，没加赖群的同学请举手。请大家多多联络感情好吗？要杀宜兰一起杀，要杀板桥一起杀，要杀台中一起杀，要杀高雄一起杀。谁没有加？麻烦现在加一波好吗？2019前，请务必加进赖群，谢谢。扎卡，你好过分哦！扎卡太渣。对啊，阿 C 哦，现在都是 Discord， 我知道 Discord 也可以讲话，但是其实我只有以前玩游戏的时候有用过 Discord。阿 C 是我们的起点，对，对不起，阿 C 是我们的血，不是，是雅虎奇摩。要杀谁？请杀？不是要杀谁？是大家请乖乖加赖好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让我们像家一样加。天啊，我这样好像在传什么邪教。老人话题，每天只想帅帅的帅帅，没有就去加，所以要找谁加？对啊，赖群到底要找谁加？可以加我吗？雅虎有赖群吗？怎么加？哎，真的有人不知道加赖群好不好？你看是谁？
都没有好好的宣传，查查快点宣传一波，安利一波，打查查冲啊！雅虎的确是起点 ，ATC 的起点是在 RC 上，对吧？所以我已经真的老了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大家上线通知的声音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还有啊，那个 Sky B 是吗？是 Sky B 吗？我有没有念错？我小时候还有用那个跟我阿姨视讯，荧光鱼晚安。谢谢妹妹让我有比较好的心态继续放你们，少婷也辛苦了，谢谢你，每次握手会能见到你都超级开心的。荞麦面邪教的部分，哎，我可以好奇一下我的赖群叫什么名字吗？请不要给我取一下很奇怪的名字好吗？我觉得酱油工厂就很棒了，来，快点快点，请大家帮我爆料一下我的赖群叫什么名字。对啊 ，Sky B， 我记得也已经没了，对吧？如果有一天没去找你，绝对不是因为你的关系，生气气，我知道，乖乖，没事没事，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哦。没进去不知道，你还敢说阿华、啊？还蛮好笑的，糟糕了，死定了，谁取的？很呛的荞麦面就要配酱油啊，不行，我也有正经八百的时候。我要转型，我不能再扛下去了。现在消失的只有 MSN 啊，哎，哦，所以 Sky B 还有，哎，那是 MSN， 嗯，我之前用的是 MSN， 就是会等等，嗯，我想一下它怎么叫的，好，那应该是 MSN 吧？哦，有时代的是 MSN， 那错了 ，Sky B 还在，赖已经够吵了，真的不想再更多更多了。可是我的赖通常都不会出声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手机是哑巴机，它从来不会跳通知。嗨，顾里晚安，谢谢顾里的追踪，来不及了，已经定型了。兔兔酱晚安，可是当初是因为 Kang 才注意到面面的说哈是我，可是你现在没有吞面面。你还敢说？你还敢说？我都念 Sky B， Costco 还是 Costco 还是 IKEA 还是 IKEA？ 叮叮咚，有人在家吗？哎，我知道了，雅虎奇摩不是都会那个震动吗？我之前玩《唯舞独尊》的时候，被灯震动的时候，我都很生气，因为 Kang 才吞面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YouTube 对 YouTube 还是 YouTube？这个是一个好问题，我跟你讲，超多人之前都会就是在吵这个真节点，我都念 IKEA， 雅虎还有按键改讯息的，我都念 Chunana， 请问是，对，哎，有，终于有人喊我乔奈奈了，我等好久了，终于有人喊我乔奈奈了。面面群组名字从前前平台就已经是这样，你说什么什么腔什么的吗？我刚好像有看到有人说腔什么的。啊，我叫我咖喱纳塞，我都叫面面，因为面面，然后我倒着念，面面还是面面还是面面跟面面，大家有发现我的顺序不一样吗？哈哈，直接念油管就没争议。可是其实，在你们讲油管之前，我很少听到有人喊他油管哎。会发言吗？没有啊，刚不是很有逻辑性吗？很呛的荞麦面就是要配酱油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大家配到酱油配一波人吗？不是水管吗？水管油管。嗯，我听到的都是油管。哎，是油管还是水管 ？Hello， 笑死瑞特，真的，瑞特，你在吗？现在眼前的是面面还是面面还是面面呢？我们一个饶舌歌手，乐乐特，乐基西乐乐特晚安，耶！哎，对，这是2019的最后一次直播了。哎，我们上一次，
不行，我就没有准备好那个快问快答的题目，还不能打电话。我也刚进来这个默契，对，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楼下的乐乐特叫我乐乐特，瑞婷婷，瑞婷婷。哎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介绍过林杰信，你在你直播上有介绍过大那个吗？拍贴机，那个。我不知道佳丽介绍了吗？佳丽介绍了吗？佳丽还没介绍的话，我就先不介绍，我等她介绍完，我再跟你们讲。谢谢面面今天的陪伴，明天要请多多指教，明天请多多指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啊 ，TTP のみんな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応援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可恶，有秘密瞒着我们吗？这不是当然的吗？要有共通秘密。杰星昨天一直唱歌，我知道。杰星昨天有分享他自己写的歌，对不对？是日日特，不是乐乐特。可是我都喊乐乐特，大家喊日日特吗？明明也有人讲乐乐特，乐乐特晚安的部分，大大晚安。春夏，喜欢你在每一分每一秒，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，喜欢你已变成习惯难以戒掉，我多喜欢你，你不知道，喜欢你要是付出。面面秘密好多，还会跟雨露品牌去吃饭。我先走了，邦奖之前也不知道我跟小晴很好，对吧？邦奖，那是因为之后会慢慢分享的啦，大概吧。等等，377阿华，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我是不介意啦，对吧？那乐乐特跟日日特，你选哪一个？还是你比较喜欢天使跟乌萨基？今天到几点？今天到十点。谢谢面面这段时间的陪伴，是你让我改变了很多，未来也会继续单推你的，谢谢茶茶。希望新的一年茶茶不要再呛我了，然后也希望可以跟着茶茶一起走下去，然后希望我在2019年及2018年、2017年认识的酱油们能够一直一直陪伴我，谢谢你们，我们一起继续长大吧。谢谢 DJ One。面面的交友圈可是很神秘的，是不是？我是黑道白道都混的人。你念乐乐特比较笨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难道念雅恩姐就顺吗？不要啦。小豪晚安，游戏 hero， 谢谢你的带我去流浪。谢谢小豪的说，谢谢小豪祝我生日快乐。虽然这是那个浪 life 预设的1991年1月1号生日，但还是谢谢你的祝福，我收到，两个月前的我收到了，谢谢小豪。哎，我没有听过这首哎，小美好。等等，所以我的直播台现在集结了乐乐特、乐基西跟乐基乐，哎，好好玩哦，全部都是乐开头的。新年快乐！哎，为什么我都没有抢到？我准备好了，有了，等一下。谢谢麦哥，谢谢铁耳东。Hello， 三了三。新年快乐，大家。
大家晚安。你真的很红包哎、欸，我也觉得我很红包。傻眼，早知道不打字，对了，早知道我就不分心了，不管了，我下次不跟你们打招呼了，生气。海豹晚安，润影晚安，好热闹的直播间，而且是三了哎、欸，大家有发现这个事情吗？这好好学，好好学注音才会发现。Summer 呢真真。谢谢真真的 love， 谢谢包包，谢谢谢谢。等一下，那个钢琴，恭喜蘑菇，我每次都不知道怎么念你啦，太长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了了了，谢谢三了。直播间超热闹哎，你说抢红包抢一波吗 ？PD 晚安，早知道我就不顺便整理刚喝回来的衣服了，我现在都不太整理衣服了。我觉得。就是虽然宿舍有洗衣机啊，可是我现在都觉得就每次洗衣服都好累哦，可恶。妈妈辛苦了。谢谢慧香，阿里嘎多萨库拉桑，谢谢柠檬，谢谢阿顺，谢谢 PD， 谢谢阿蠢蠢的心心相印，面面好多朋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现在身为那个一家哦，对，一家今天是学测前的最后一次直播，对不对？大家有去他的角落90度陪他吗？所以都穿没洗的衣服吗？没有，好不好？都有洗，而且洗香香哦。我自从就是去过日本，然后我发现就是有那个香香豆以后，接下来我之后我回来就带了好几，就是好一大罐，然后洗衣服都会加一大堆。彩虹花晚安，沉鱼落雁晚安，他还穿生日会那件，生日会那件。谁？哦，那个吗？一家吗？刚刚有站离去帮他加油了，王一家，学测加油！啊，一次就上好吗？一家加油 ！Hello， 红志，好久不见，蔡红志，好久不见。我洗衣服也是用日本带回来的香香豆，哎，什么味道的 ？Hello， 神剑阴阳，晚安。哎，有人用便便哎 ，Hello 便便玩，所以他听得到吗？等一下哦，大家问我他听了，他在直播吗？还是他结束了？真的不要只考，对，真的不要只考，很恐怖好吗？万君晚安，我找一下，他还在直播吗？好、哦，阿好，拜拜，明天有机会见。隐藏着黑暗力量钥匙啊，请在我面前显现出你真正的力量，以你的主人小樱之名命令你封印解除。对不起，一家还在播哈，那不行，我不能烦他，他应该是用手机直播吧？好，不管，那我现在录好了。王恩雅干。学务处广播，学务处广播，请高三学生王一家同学现在至学务处集合。好，我知道你没办法集合，所以王一家同学，麻烦学测一次就上，一月考试加油，新年快乐。好的，耶、yeah! ！好的，希望他直播完之后可以收到我的祝福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红包，我吓一跳，我想说为什么会转头，怎么有六个？耶、yeah! ！绕了一圈回来，吃了告诉大家的直播真的，等一下，佳丽也是学特生。李同学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垃圾车声有点猖狂。李同学，
李同学，听说你也是学特生的，对不对？西迪西迪，我是。啊，怎么感觉你都没有在学测的感觉？啊啊，高三学生李佳丽同学。嗨。麻烦学测加把劲好吗？好，我先到面店报道。你先到面店。18考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们要不要先环岛帮你拜个拜啊？我们从北到南先拜一次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知道三分天注定，然后七分靠打拼，剩下的90分无能为力，你懂吗？我喜欢这个。没有办法喽，好，栗子加油！宝宝，你一定要认真撑住好吗？好，我会认真。好，加油！模拟考已经结束了，你已经没有后路了。好啦，乖，我们明天见，明天冲一波。爱你，拜拜。爱你，晚安，拜拜。他已经没有后路了，栗子加油，给他拼下去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是明天见，不是明年见。明天冲一波，企鹅小C晚安。不行，我们有没有什么新年快乐之类的啊？我知道了，大家等我一下啊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做自我介绍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进来抢红包，不要被我吓到，等我一下。来，就决定是这首了。传了语音讯息给我，哎，他关了吗？对，不要被我吓到啊！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，压心底压心底，不能告诉你。春风吹过我，我又想起你，多甜蜜多甜蜜，怎能忘记？不能忘记你，把你写在日记里。是你浪漫的夏季，还有浪漫一个你，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。夏天夏天悄悄过去，依然怀念你，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。就在秋天的梦里，我又遇见你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是那个新年快乐歌，但我不知道我每次新年都听得到这首歌啊，没有听过吗？粉红色的回忆啊。等一下。谢谢你爱我。亲爱的，谢谢你爱我，可是我还好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耶、yeah! 好啦，等我一下，那个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谢谢大家进来抢红包，然后刚刚那个刚刚的对部分就不要管了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蔡雅恩。AKB48 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I want you。 不要怀疑，我们是日本的女子团体 AKB48 在台湾的姐妹团 AKB48 Team TP。 我是蔡雅恩，昵称是荞麦面或面面。对，然后呢，明天12月31将在那个日本的红白，我们会有所有全世界姐妹团的大集合，一起表演哦，
也会有 AKB48TeamTP 的代表抽品函出现在红白里面，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多多支持。然后呢，明天的宜兰熊赞跨年晚会将会有 AKB48TeamTP 的演出，希望大家如果刚好经过宜兰新月广场的时候，也可以留步看我们的表演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目前已经发行了第三张实体单曲《看见夕阳了吗》。我们已经在12月25号发行过，举行过首度会了。接下来呢，将会在1月4号、2月1号及2月9号，在北中南各举办一场签唱会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板桥、台中以及高雄见我们哦。谢谢你。1月19号，还有1月18号跟1月19号将会举办 AKB48TeamTP 的 mini concert， concert， 什么叫日文跟英文交杂 ？mini con， 然后呢，我将会出席1月19的研究生场，希望大家有空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。好像研究生场还没有卖完，对吧？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2020年耶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谢谢，耶！票买了，あおちゃん、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，耶！よろしく。研究生场还有50张，糟糕了，我们不是只卖200张吗？没关系，岁岁之后要把握机会。看一下，王一佳最后放了什么？希望你今天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耶！耶！对，我知道我今天生日，我也是昨天才知道我今天生日。耶！对，撞奶团撞的太伤了，我们还有50张票，怎么办？活动太密集的关系吧，阿泽，怎么办？我们还有50张哎，大家可以老定就老卡，阿爸就阿妈，阿公就阿妈，还有谁可以揪谁啊？谁可以揪起来？50个人呢？我想一下哦，50人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我待会要念榜了，等我，最后就让我任性一下。阿弟，怎么办？研究生场的 mini con 还剩下50张，听说你的室友很多，朋友很多，那你可不可以送他们1人1张的新年礼物？啊，对了，我在直播哦 ，Hello， 没有啦，我录音而已。对啊，哎，终极一班那个时候有没有50个人啊？跟 46撞，我还是选了 TV， 谢谢你，谢谢九蛋啊，谢谢巨伟，谢谢巨伟的海洋之心，耶，あおちゃんもありがとう，ラブパワー，注入，谢谢あおちゃん，谢谢小飞鸟。谢谢小飞鸟的生日蜡烛，谢谢阿生，谢谢巨伟，谢谢宇宙，阿里嘎多萨库拉桑，谢谢宇宙，谢谢便便的枫叶，谢谢 Rain 银，阿正晚安，谢谢那个 Maju 的掌声鼓励跟玫瑰，谢谢 Inori， Show You， 谢谢嘉勋，谢谢布丁宝贝小猪，哎 ，Maju 你又回来了，好的。总之我们研究生场还剩下50张，所以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就是我们要在宜兰跨年晚会圈到粉。能不能圈到50个人呢？希望我的新年新希望可以，不行，我有点要求太多了，2020是一个欲望很深的一年，不行，我们要佛系一点。咦，我好像丢很久了，怎么一回来刚好被念到？因为刚刚我们在经历一波生日快乐，一定可以圈到很多粉的。好，然后也谢谢今天来抢红包的大家，希望大家就算对我们没兴趣，也可以对我们印象深刻。
为什么会印象深刻呢？因为我们人很多。来来来来来，你要不要数一下？我们这一次的单曲可是塞了16个人哦，有没有很印象深刻？你有没有看见夕阳？看见夕阳了吗？看见夕阳了，噔噔。好啦，谢谢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如果朋友们有空的话，麻烦他们把1月19的时间留下来看我们的 mini 课好吗？谢谢宝贝小周，你有听？喜欢吗？喜欢吗？还喜欢吗？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主打抒情歌。Hello， 前南风晚安，16人任君挑选。谢谢，谢谢嘉勋的星星玫瑰，那个带着星星必读的梨。这个时候应该放这个，对不对？豆豆晚安，芬芬晚安，谢谢巨晚收喜我。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可以飘起来？好好玩哦！随便的敷衍，善良体贴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哎，好帅！我第一次看到飘起来，我喜欢。Hello， 好是好羞，晚安。时候哪里突然交错？怎么我不知不觉中一条紧爱的漩涡？是在哭你吉娃，哎，好好玩哦！线索想不起来任何理由，带有星星病毒的你，把我感染的措手不及，越治疗越无药可救，真要命！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，每分每秒挥之不去，魂不守舍，忘东忘西都怪你。哇，好好玩了！我要截图，我要截图。12月31，我们依然跨年跨起来。明明就个帅，站不上边，左左的朋友放下。我没有认真唱过第二段哎，怎么办？那一点，其实根本连我也百思不解，或许因为从不曾遇见。飘吧，飘起来，不停晚安。哪里突然交错？怎么我察觉不太妥？一逃不掉职业的枷锁。不安频频发作，属于女孩的寂寞，带有新型病毒的你，把我变得不像自己，越拖越严重，全身烫到不行，仿佛快炙，无能为力，实在猜不透爱这一道难题，绝对不可能的啦！虽然这么说，不但为什么，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。噔噔噔噔噔，歌词好难，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。噔，带有新型病毒的你，把我感染的措手不及。越治疗越无药可救，真要命！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，挥之不去，魂不守舍，忘东忘西都怪你，魂不守舍，忘东忘西都怪你。呜，好了，谢谢大家今天来抢红包，谢谢大家飘一波。谢谢宇宙，谢谢羊毛水水，谢谢宇宙，谢谢游戏 hero， 谢谢羊毛水水，谢谢小飞鸟，谢谢游戏 hero， 谢谢 sakura san， 谢谢诸位，谢谢。
小小富外公，小小猪我是小阿孙，小小羊熊飘飘飘飘，小小飞鸟，小小倩，小小猪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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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多猪，谢谢风鸟，谢谢伟哲，不是伟哲，对不起，我为什么讲了伟哲？谢谢，等等，我刚刚看到谁？等等，是我，接下来是。谢谢阿孙，谢谢麦哥子，谢谢豆豆，谢谢丸子，谢谢嘉勋，谢谢小周，谢谢邦江，谢谢富伟哥，谢谢是慧香吗？谢谢慧香，耶！谢谢大家。主播太兴奋，因为我第一次看到那样飘屏，我觉得好好玩啊，超开心的。好的，总之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我们明天见。一起穿越到爱你爱你年呢，2020年，爱你爱你年 ，I cannot stand with it all。好了，那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念榜环节。一个家庭 ，Only today。查查。要记得还是不要勉强自己哦，就是对不起，我昨天太任性了，没有要给你压力的意思，就是谢谢大家。哇，谢谢大家，等我一下，我找不到那个。主题曲。好了，来了。请原谅我的不成熟，怎么样都可以，只要。好的，那么为了让我的拍手声很大声，所以我只能把声音先关掉。今天的第十名是我的，我还是小小声的放音乐好了。今天的第十名是我们的富伟哥，按到录音了，对不起，不在录音了。谢谢富伟哥，感谢一直loop 不停的富伟哥，我会好好记住你的。今天的第九名是我们的亚马逊水 ，Dobby is free， 谢谢亚马逊水啊，糟糕了，按到，谢谢亚马逊水。耶，今天的第八名是我们的阿橙橙，我们明天见。今天的第七名是我们的游戏 Hero， 谢谢游戏 Hero， 新年快乐！有人国历新年像我跨的这么嗨的吗？今天的第六名是我们的 Sakura 站的日文，等我哦。红白应该念得出来，红白。哦，紅白歌合戦。明日の紅白歌歌合戦，对吧？歌合戦，紅白。明日の紅白。うちのピンハー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。みんな紅白亚马逊是好棒哦。所以亚马逊是现在有在学日文吗？赞赞耶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好的，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第五名是我们的志伟。
算是棕红色。大家好，我是辛巴 ，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。好，对不起，有点离题了。好，今天的第四名，今天的第四名是我们的 DJ One。第三名是我们的恰尔东同学，耶！哎，好的，就算我想一下哦，明年好像。哦，不行，我不能报，我不能报升学的嘞。那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传那个，就是期待明年切尔东可以抽到什么 disco 的升学，好像没有哎，怎么办？看来只有这一张可以珍藏了。面仪是 disco， 谢谢切尔东，谢谢面面打错，有不是故意的。Hello 黑仔2258晚安。今天的第二，为什么？糟糕！今天的第二名，今天的第二名是我们的嘉轩，打来对我大好き。不行，我只能叫你嘉轩，我不想后面的弟弟。谢谢嘉轩。荣登今天的第二名，感谢嘉勋，赞叹嘉勋，不准当滴滴，谢谢嘉勋，新年快乐，耶！好的，那么我们进行到今天的第一名，我们2019最后一次面面台直播即将颁发今年的年度第一，恭喜第一名。从缺，哇！第一名，恭喜！麦克斯，不行，再一次，有看到吗？每个字每个，我有对到，我有对，耶、yeah, ！我抢到，不管我有对到，那每个字要记得加赖群哦。谢谢大家，塔塔麻烦你了，我的酱油们就交给大家了，酱油们没抢到，大家新年快乐了 ，Aki Master 我没得到。对，这是面面的坚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麦克斯，耶！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，我们2020再见，谢谢米手手，耶！米手手，快点去帮一家拜拜，我们要把那个这短暂时间的智商全部输入给一家。冲啊！我们爱你爱你年见，大家拜拜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2022年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冲！我们对，明天记得宜兰跨年跨起来好吗？啊，我上次说我要问你们的是那个，就是阿兰古都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人知道吗？2020年是吗？2020年，明天加油！おつじゅうな是什么？啊，2020，所以是2020年。2020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
什么阿拉姑姑，好，不管，我下次写成评价名再问你们，因为就是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，我就是空耳听不懂，我在问你们的。阿兰哥多吗？等一下，小易到底在打什么啊？我猪猪呢是什么意思？不是阿华啦什么？来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祖母ちゃん明日頑張ってね。ありがとう、頑張ります。等一下，有人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小易在说什么吗？糟糕，我们快要啊！お疲れ。チュナナの意思啊，太酷了吧，小易！おつチュナ，ありがとう，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要怎么加チュナ？我知道那个伊兹丽娜桑也会这样讲，哦，他都讲おや什么？おやリナ吗？おやすな？糟糕，我有点忘记伊兹，反正伊兹丽娜桑也会这样，我觉得超可爱的。好的。总之，谢谢小易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见。不对，我们明天见。明天见之前要先明天见，拜拜，晚安，耶，生日快乐。